在身旁，一起度过快乐时光。啦啦嘿，金宝在响，啦啦嘿，炫酷变装，啦啦嘿，飞船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越过高山，越过海洋，美好故事与你一起分享。迎着阳光，会长善良，梦想将起航。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软绵绵的大球怪，哇，好大个的白菜！好痒！你是在找这个吗？怪兽！怪兽！怪兽！这是要跟我玩怪兽游戏吗？我最喜欢玩怪兽游戏了！怪兽现身吧，艾克斯激光！艾克斯博士太帅了。难道是怪物出现了？嗨，闪电！你别跑！幸亏你只找到一个台灯，要不放出 X 之光，我就完蛋了！闪电，你站住！喂，你们俩站住！一会儿我们看你往哪儿跑！我和彩虹要去巡逻了，你们两个看好基地。彩虹，我们走。有紧急情况，随时联络。好，你撞了呀！别跑，你是撞不到我的。来来啊！你别跑，你是我今天抓不住我的，一定能抓到你。有任务。哦，是小兔子比比。我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个毛茸茸的大怪球，好像是个怪兽。怪兽，不要着急，我们马上就来。闪电的装备和机车升级中，无法使用。啊，我忘了，我的装备还在升级。没事，闪电，你联络彩虹和风暴，让他们结束任务后过来会合。我先去比比那儿。好吧。显示任务坐标，兔子比比家，宇宙护卫队，出发。流星，流星机车，出发！长什么样子啊？就是一个会说话的树丛，摸起来软乎乎的，还会动。哦，对了，它还有手。太棒了！放心，我一定会调查清楚，抓住那个怪兽的。抓怪兽！耶！让我们一起打败怪兽！
啊，安全第一，这么危险的任务还是交给我们宇宙护卫队吧。你还是在家乖乖等着吧，等着我的好消息。拜拜。大球怪，我来了。他应该在这儿待过。这是怪兽经过的痕迹。找到一条线索。就是这儿。看你往哪儿躲。我找到你了，我又赢了。谢谢你大块头，该我藏了。你要数100个数，不许偷看。1、2、3。怪兽怎么这么难找？我看见你了，怪兽快现身吧！又有人来玩怪兽游戏了。对，我就是怪兽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一定会抓住你的。抓我？来啊！我还没遇到过对手呢。往哪儿跑？来抓我呀！来来来来来！站住！别跑！这么窄的缝隙，看你怎么过！这都行，看我的！看你往哪儿跑！有了，是个苹果。开动脑筋。流星哥哥，我来帮你抓怪兽了。他们一定在那边。大怪兽，我来了。就差这最后一处了。嘿嘿，好了。哎呀，吃个苹果休息一下。好香的苹果，怎么这么香啊？谁？我的苹果！你上当了！站住！上当的是你，前面是陷阱！我才不信呢，就别骗我了！我的压缩不忘剂怎么样？不算不算，你还没有碰到我呢。人呢？那边那么多荆棘，不可能藏人啊！这叫出其不意。救命！有人求救！救命！比比！流星哥哥，我想帮你的忙，可我不小心踩空了。别急别急，我马上来救你。快给我！还有甜味儿呢，来不及了，好高！
探店，你们来了。嗯，我们定位到你的位置，正赶过来。哦，游戏哥哥，你快看，好大的泡泡！是啊，好大的泡泡。绝对不会让你受伤的。谢谢你救了我们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能先帮我解开吗？抱歉抱歉。你好，我是长长毛的澳洲绵羊克里斯。哦，这长的不是草吗？澳洲绵羊的毛会不断的生长，如果一直不剪的话，不但会影响到它们的行动，甚至会长满杂草。哇，好像很辛苦啊。之前叫你怪兽是因为看到你身上长着草还会动，我以后一定会先调查清楚，不会再先入为主了。其实我变成浑身长草的样子是因为我讨厌剪羊毛，剃刀在身上的感觉实在是太不舒服了。哦，原来你讨厌剃刀啊。好吧，我可以给你做一个舒适剪毛机。啊，真的？嗯。哦，那真是太好了。谢谢你刘星。想在天空前进，不后退，一路向前冲，闪电